大家好，今天来赶海了啊。一个人没有啊，都是我们的，整个大海都是我的，我们的。走，抓一些看看。鹅蛋险啊，这不是主角，不是你，不要你了啊，这下不要你，继续放生你。大家看到没有啊？这个沙包底下是个小蟹子。这太小了，不要你了，太小了。看这个蟹子脚印，这里还有个小海葵，不要它。哎，没有啊。这个脚印骗了我。这边看看，哎，还有活蟹子嘞，过来看一下，这里死蟹子也不少，这里。看，都睡了，哎，有个小活蟹子，看它捡的，你看这里还有。好多水蟹子，哎呀，这还有一个，这火的，这个我看看，哎，这火的太小了，咱不要了。怎么这里这么多蟹子？这小的不要了。看看，我这个摄像机一架上，它就和我当外爪了啊！哟，戴手套不怕它，小螃蟹，小二蹄子哈，这种太小了，不要了这个。这小大的放你吧，你别和我叨叨了。有别的吗？没有了。这不是吗？哎，这不是啊，这是蟹子退下来的壳啊。哼，我以为是个蟹子，不要了，再找找。一只紫色的小蟹子，这一点蟹宝宝，和我装死的呢。叫。哎，真睡了，没睡。后装的这个小这个，哎，吃不着，不要了。哎，又有小鼓包。哎，这个也不大呀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哎，这不是的。不是，认错了。哎，费劲呀，这个冷天儿。看这个小蟹子，一看就是个蟹子。哎，这个蟹子还不小，这个蟹子也是小二蹄子。这个小二蹄子看啊，哎，夹块石头上了。哎，没有了，再找找哈。下来，睡蟹子，这还一只，太多了，睡蟹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